心，这三个点的位置，它的远近，所以右部这个横折，横要稍微细一点，提按转折过来，向左下方斜行比，第二横跨要稍微长一点，向右上方斜行比，拖住这个竖的笔画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长短要有变化，竖画是在这个中间，要写的稍微长一点，用点悬针数，要写的挺拔，不要写的左右歪斜，行，撇，两个撇，一个长一个短，竖画用垂柳手，横起比较轻，横比较短，第二个横要稍微长一点，由轻到重，长短有变化，竖钩要垂直，勾上去，高低要实，先写点横画，向左边长一点，点在横画的末端，下面的横不要写太长，口倒梯形，注意这边斜的，这边是对齐就可以了。这个点跟这个点要有变化，方向要有不同。横画向右，这两个长段要有变化。日子写的窄一点，斜钩要离这个部分要近一点，要长一点，不要写的粗。勾上去，撇的起笔离横的收笔要近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间距基本相等，飞竖画要写的饱满，垂直不要写的太细，横往右上方写，右边这个竖略比左边的竖长一点，但是不要太多，横画起比较轻，相对要平，最后一个横略微长一点，长是与这两个横对比的话长一点，间距是